因为我腰骨有点痛，这个比较有改善啦。弗朗明科是一种舞，是从西班牙的舞，我们是用弗朗明科的动作来给这些年长者一些对身体健康的活动，所以这个活动已经有两三个年了，是Social Health Growth 跟他们合作，是每个星期三会办一次，时长是一个小时，这个舞蹈对手软啊关节的会有很多用处，我们越老时候我们有些关节都会恶化，就是我们用这个舞蹈是其实有很多那种关节的动作，所以我们会帮助他们给他们的一直用他们的关节手啊和脚啊，我们有些年长者关节不好，所以不可以站太久，所以这个活动有时候一半的这24分钟还是什么，我们是坐着，那些比较粗劣的动作我们都不做，我们选那个比较对关节比较温柔的动作。1、2、3。他去我家哈，每户都叫我们下来要活动这个吗？我们就答应了，就下来了。哦，因为我腰骨有点痛，我跌倒嘛，这个比较有改善了，它有运动到我的骨头这样哦，比较健康咯，又认识这样多朋友咯，有说有笑，比较开心咯，不用在家里变痴呆了。这边有活动，我会就会来，我觉得蛮好啦，可以来这边认识很多朋友。不同年龄的朋友，那么也认识一些好像舞蹈性质啊，还有顺便当成是一种运动。我有学过跳舞的人，跟人家不一样，有点艺术感这样，人人很活泼啊。我们跟舞团一起合作，因为我们有这个需求，我们觉得说他们很孤单，他们也是有一些老人，他们就有一些病情状况，所以呢就启发了这个节目，舞团也会这个教导我们的年长者怎么去注意健康。